应该是、哦、哇没给，这个球没给，比较可惜哦。啊，那这样巴林觉心平气和，糟糕，开始有一点点从这个起伏了哦。他可能觉得他投的不差，不差，但是主审不给。那现在球数他是绝对落后，他这个是要学姐姐王一正吗？你要有。刚才这个五局看的数据哦，这个乐天前五局领先的话，这个胜率是超级高的。哦呦，中路的平飞安打申浩伟，这是他生涯对霸凌爵的第一支安打，在今天也出现，而且连续17场比赛有安打。先前所有的上垒跟安打都是后段棒次打出来的。另外一垒上的跑者会有动作吗？两坏球。看起来这个许明姐投手教练已经在询问这个牛棚准备的状况哦。哇，这个低角度的这个变化球又没给哦。开始，现在开始有一点声音出来了。嗯，他本季一直都有遇到这样的状况。对。哇哇，警告了哦。掉的比较低呀。哇，被主审警告了哦。嗯，还在争论，但是现在你看总教练上来，对，也就是一方面也要。把这个场面也顺便先停一下哈。对，因为刚才从这个霸凌爵的这个嘴型有看到，应该是一个 F 开头的这个发音哦。Friends。那不然什么是什么？转的还真快啊。是什么呢？我会比较难投下去啊，因为你只能投好球。哦呦，这个是干扰了，反正他也不会要打了。因为现在这个两出局球队需要的是你的这个长打的能力哦。好，出棒了啦！好，这个是主审就直接裁定出棒。那你看到霸凌爵还是在跟下去要小心点，跟裁判在聊天啊，要解释啊。但是他是失去向裁判画系列的哈，说是我的问题，我的问题，对。所以我就跟你说，刚刚讲 friend 嘛，那应该是裁判听错了。刚刚就说 what can we be friend 嘛，就这样子啦，先休息一下。好，继续回到这场比赛啊，我来看一下刚刚上个半局霸凌爵啊三振了范国成之后啊，朝着主审过去，但是他冷静下来的，是去跟裁判友谊的搭起友谊的桥梁，说买背，是我的问题。往主审那个方向走过去，害我吓了一跳。哦，你看这个，想说有什么这个问题要发生了，教练时代。哎呦，打到了棒子来了，是头啊，头盔，糟糕，嗯，不是刚刚call的那一声哦，那这样赶快来帮李凯看一下，这个又是狮头。所以今天在霸凌爵的第一名打者郭天信，当时就有一个近身球，这球跟那一球类似哦。没有，但是这球投完了，你看到霸凌爵也是现在有上来，至于他自己也非常懊恼，没有投好啊。他也赶快上来质疑一下哦，这绝对不是故意的，因为他在四局过后越来越进入到自己的投球状况，哎呦，这个头，对，这个塑胶头盔这边都粉碎，是，哎呦喂，还好有头盔，我们从慢动作看到是整个那个帽子安全帽的前面那一片都被打碎，这有时候还要很小心哦，那个碎屑去砸到眼睛或什么。不过我就说还好，他这个不幸中的大幸是他这个打在头盔前方，是，就并不是像陈宏基那个是打在耳朵这一块，对，像整颗的，就在刚好离开了还有闪一些，所以看来没有太大的这个伤害，他现在还可以上来上垒。但是今天霸凌爵，你看这个出生球出来，投手教练也必须喊赞。你看霸凌爵自己也非常的懊恼啊。对，这个意外啊，在两出局之后啊，出生球保送